中国文化没有像美国文化那么的强势，或者是我的说法是侵略性这么大。我们只提供一种生活方式供大家见解，至于大家觉得好，那你可以这样去参考参照执行啊，我们只是一种建议，我们没有一种说很霸权的一定要说你要怎么样。 Dai Jianjun is the proprietor of Dragon Well Manor, a fine dining restaurant in southern China. And he has spent the last two decades in an obsessive pursuit for food. 不用化肥，不用农药，然后呢就是有原来的种子，这样的食物才一定才是最美味的。Welcome to Dragon Well Manor. Chinese 文人喜欢向往在山林当中建几个小住，就做这个几个房子，然后和童子们一起在山林当中就是吃饭，然后跟大自然进行亲密的接触。我们只是在追寻古人的这样的一种方式。The food is ultimately a reflection of the terroir. A fish stock soup. 鲫鱼。昨天我们采购到的鲫鱼，包括一些那个就是鳙鱼，那我们用这样鳙鱼呢，就是来吊汤。A poached poultry dish， 就把那些公鸡做了一些就是节育的手术，哈哈，就阉割了。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鸡肉就生长得特别鲜美。And a braised winter melon cooked until it takes on the texture and flavor of braised pork。冬瓜就是我们用那个就是东坡肉的做法，它慢慢的焖它。但这个冬瓜呢，取料比较讲究，它必须要像洋面。Now dinner here isn't cheap. A single meal starts at $250 US, and part of the reason is the meticulous attention paid to the supply chain. Every ingredient that passes through the restaurant is locked in these books, and Dai employs a fleet of buyers to make this happen. 那其实做采购日记最早是开始是几种不放心，就是比如说我们采购员当时就是他是不是一定到了田间地头，一定是不是到了就是农户家里，因为市场上买这个东西方便的多啊，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一套采购日记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一坚持到现在已经15年，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在采和买之间啊，就是已经就是断裂了。我们重新恢复了就是跟他的一些重新的连接。在我们这次选择的过程当中，农民的首先的标准就是如果是菜农，他不用化肥，不用农药。开餐厅呢，首先是我自己喜欢吃那么开就是像龙井草堂这样的餐厅呢，因为我当时认为就是好吃的东西在城市里是赚不出庄稼来的，好吃的东西一定在农村。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坚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是说是一定要想把这种理念当时说要强加给别人。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就是比如说环保啊，比如说对食物对身体的影响。因为我自己有一个这样的观念啊，就是人跟自然进行能量交换，除了空气、阳光、水之外，最主要是食物。